相声《好伦哥》表演者张鹤伦、郎鹤炎。还有礼物不？嚯！谢谢啊，谢谢谢谢大伙儿，就是安安静静的掌声，谢谢你们。安安静静的掌声啊，真是。可能有朋友觉得两个人怎么穿得这么帅呀？ 谁觉得这个？可能有些朋友觉得两个人长得，我的天，也太难看了。啊，这是观众认为是不一样的。是吧？有人觉得这逗哏的很难看，当然有人觉得逗哏的很好看。哦，这个好看坏不谈这个，因为我要帅都是他的衬托。今天来说，合着我挺难看的，是吧？相公啊，郎鹤炎郎老师，您老师，我的良师益友啊，好朋友，站在台上这么多年了，嗯，说实话也感谢各位，是吧？今天啊。这是一个专场演出嘛，汇报为什么穿成这样呢？你现在人都喜欢那种小鲜肉，哦，或者长得帅的，是啊，要不然好多人都喜欢谁呀、啊？电视上荧屏上经常出现的谁呀、啊？什么韩寒？哦，您说那作家韩寒是吧？个儿不高，爱开车，然后好看吗？那样的还行吧。鹿晗，鹿晗，您叫韩寒。你们叫露露啊？啊，我们叫杏仁儿啊。什么凡凡？凡凡叫谁？芊芊。凡凡谁呀、啊？吴亦凡呢？我以为贾小凡呢，我说。贾小凡是谁呀、啊？这个包袱好冷、啊。所以我们今天穿的多，我说。特别的尴尬、啊，无所谓嘛，演员就得需要一些尴尬。对。习惯就好了。像刚才说了，好多芊芊啊，还有哦，于谦于老师。于你妹呀、啊！您老愚我妹干嘛？刚才说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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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蒋小涵，这没说蒋小涵，说谁？贾小凡。贾小凡没有蒋小涵冷的啊，已经很尴尬了。就芊芊又来个于谦，不是于谦烫一个头跟一个泰迪一样，好吗？您这话有点骂泰迪了。没，那这芊芊是谁呀？薛之谦。哦，我以为薛薛呢。现在人都喜欢这种帅气的，而且青春偶像，嗯、像我师傅郭德纲、于谦老师这，排不上了。人家也不差、啊，长相来说差一点啊，而且来说岁数也大了啊，年纪上了啊，好多人品味也差，是吗？动不动我师傅，你看都知道，想紧随什么时代的脉搏。哎，对对对，动不动还穿一个什么纪梵希，他穿出来跟什么贵人鸟似的。啊您要说这样的话，咱离抱丧鸟就不远了。好好的纪梵希，他穿出班尼路的感觉、哎，那也是牌子。你说怨谁呀、啊？没有办法，是这个模样和形象在这儿呢。哦哦，岁数也在这儿啊。现在人都喜欢年轻的偶像，我们也是。您刚才说的还都是歌手，都是偶像明星。嗯、对对，就包括德云社，还有好多人都知道岳云鹏，小岳岳也是人很优秀。那太优秀了，还上了叫什么《我是歌手》？哎，人唱歌啊！哈、啊，唱歌唱的，哎呦，这个跑调跑的呀！您这说谁呢？我说我呢，行不行？哎、不是，人家跟李健合作，对呀、啊，跟李健合作嘛，唱一首《女儿情》，唱到中途的时候，岳云鹏还去拉李健的手，对、啊，李健当时给拒绝了，给我滚一边去！调跑成这样，还他妈拉我手，要脸！您说
这李健又从屯子里出来的是吧？当时李健的心态嘛，不是这样。但是岳云鹏又出了一首单曲嘛，啊，就叫什么天堂上可能有一个电梯不超载，不是这样的。如果能有直达天堂的电梯，他去了就不超载，对对，非得把人送上去。反正人是说相声的，都出了单曲了，好啊，这是多不要脸，嗯，啊，对。多露脸啊！哎，说清楚了，咱得向人家学习啊，努力吧，真得向人学习。嗯，我是歌手，当时我很爱看这个节目，是吗？特别的，就是让大伙儿啊，就觉得能走进生活的感觉，很走心。哎，都是一些老明星、大牌的，是吗？而且是以前的都实力派唱将，比如说呢？比如好多呀、啊，当年的黄绮珊啊，哦，对不对？什么那个杨宗纬啊，纬纬啊。那不能叫宗宗吧，无所谓啊，说成跟苍蝇似的。还有一位韩磊，磊磊啊，我最喜欢的就是他。怎么呢？唱歌来大气，是吗？他一唱歌有种登机的感觉啊。是三号航站楼还是二号啊？不是上飞机还登机？哪个登机？不是大飞机。不是，这能是大飞机吗？登皇上登基的感觉，上朝啊，霸气侧漏，侧漏外漏。一唱歌之前，嗯，气场特别的强。您给我们学学。音响老师，给一点回响。如来佛又出来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如来佛快回去吧，快、哦、回去了。如来奶奶找他呢。这什么味儿啊？这是。这是有灯光、音响、乐队准备。我为什么？还在等待，我不知道为何仍这样痴情，明知辉煌过，完了，谁清脆的笑了一下？是谁？如来奶奶。人唱歌霸气，被他全打乱了。对，您再侧漏一回。我哎，别！我舍不得离开，我舍不得离开啊！你是舍不得再次垮掉，对不对？人唱的感觉，我记得能把一切从头来。掌声，好了，我们既然。别听曾经拥有我的爱就不想停顿，每个梦里都有你的梦，共同期待一个永恒的春天。掌声，天来一遍，人唱歌的感觉，爸，咱学不到人那个点上。您倒学会一捧哏的，让人我这得是掌声，快点继续。哎呦，这人家不用哦，观众自发的鼓掌，含着热泪。这什么时候领盒饭、哎？饿的呀，不是情绪到那儿了，人激动了，对不对？嗯、经典的歌曲是是，我们向人家学习啊，好多歌。其实咱们剧场，咱们园子，郭老师、于老师也挺爱唱。郭老师爱唱歌吗？对，拉倒吧，师傅唱歌都细味儿啊。再唱一个，花的心藏在蕊中，恐怕花期都错过。我师傅就是咬字斟酌，唱歌这样的。于老师唱歌就带捧哏。捧哏，对，对你的思念，哦，是一天又一天，两天，孤单的我，怎么着，还是没有改变，哦，没变啊，谁呀、啊？于老师唱歌就这样，自己在家瞎来，人唱歌给人捧哏啊，特别的可爱哦。我们也好唱歌，年轻一代人都喜欢唱歌啊，对对对，很多的歌曲值得大伙回忆，啊、是，拿我来说吧，怎么样？德云社当中，我算是一个好唱的，都知道。作为一个90后的孩子，对于流行歌曲来说，我贱呐！你够贱了，怎么就90后了？至于我1690后？哦，果然是个老剑客。
不敢说别的了啊。年轻人喜欢唱歌啊，您都能唱什么？什么歌都能唱，真的假的？简单来说，唱山唱水唱人物的歌没有不行。这话说的太大了，这还搂着呢，小宝贝儿。您瞧瞧，你怎么带着耙子出来的是吗？那咱姐别搂小宝贝儿了，您唱一个唱山，我们听听。唱山的歌？对，什么歌？听着啊啊。那就是青藏高原，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歌。您这也没唱上去呀，在这青藏高原也没唱出山来呀。青藏高原上面不得有小山坡吗？这个解释倒也对哈。唱山高的，这、啊、特别的高。行行了，这我学，告诉你，这就得了呗。哎，得了。唱水，唱吧。得了啊！滚滚长江都是是是。行了，下来，快去。特别的低，特别的低，那歌特别的反胃。低着呢，低着。我上地下室唱去就能行。您上下边唱也没人听啊，这唱山唱水都完了。关键没唱出来呀，后边还有什么？还什么？你刚才说唱山唱水，还人物、啊？唱人物啊，唱人物，这可比前面还难呢。能唱？真的假的呀？小宝贝儿，没这个能力，能在这儿吗？哦，是是是，能唱人物。当然了，那我可得问问您了啊，说我听听，都能唱出来啊？您唱一下，爸爸。回去吧，三大爷。这绝对是个圈套啊！歌是吗？对，歌曲唱爸爸的。太简单了。那是我小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，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，父亲是那拉车的牛，想儿是一封家书，千里写叮嘱，盼儿归一代门也满天数星斗，都说养儿能防老，可儿山高水远怕相留，都说养儿为防老，可以现在可以鼓掌喽。行，挺好，唱父亲的，催人尿，催人泪下的感觉。怎么了？这是又戳人前列腺上了？你接着来啊，歌曲来说就这样，唱妈妈的歌曲。我加歌曲了。嗯，妈妈。哎呦，还有海外的啊。英文。妈妈。大爷，你大爷什么？妈妈这就叫，哎呦，声音就你粗犷。今天的观众都童叟无欺啊。妇联找你开会呢，回去吧。对，妇联讲话。妈妈。Do you remember the song you gave me? 草帽歌。对呀、啊。没听过瘾呢。没听过瘾，你没听过瘾、啊、你回老家我单独给你唱一唱。行行行，那咱接着开来。去我家住不开那么多人。三个人也不行，我就喜欢两个人。403可以。403公交车您知道吗？还可以。公交吃饭、啊、什么公交上吃饭、啊、公交上别吃饭，有点饿啊。接着来唱姥姥的有吗？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没有椰林缀斜阳啊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这不是郭老师唱的吗？这个不是你管谁唱的，是不是唱别唱，这也不对。怎么不对啊？那外婆的澎湖湾，这外婆的外婆不就是老了吗？但是后面不有这么一句吗？什么呀？澎湖湾啊，澎湖湾，你姥姥的澎湖湾。这怎么像骂街呢？真是。行了行了，这我不管了，唱爷爷的有没有啊？有啊。啊，你们很累了，我说。有唱爷爷特别黑的歌。什么歌啊？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。妈的，像话吗？您这都爷吗？要爷爷爷爷爷，这歌也太简单了吧？那唱奶奶呢是怎么样？奶奶，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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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，反正这回抄的是俩人，我心里没想到你是一个群居的人。
啊，我还母系社会呢，我是。对不对？这些歌大伙都会唱啊，对不对？什么东南西北，所有的歌，冬春夏秋冬，全都会。是是，都简单。这都是过去。作为一个时代的人物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活在八零年代啊，经典的人物，经典的歌都有什么呀？太多了。比方说当年的小虎队、哎、对不对？小虎队。现在是 TFBOY。过去小虎队啊，小虎队，小虎别小虎队，我东北的小虎队怎么的？不是他一东北的小虎队，我以为七小队呢，还周奎呢，得有会儿是吗？还有啥？啊，爱有啥有啥？小虎队儿，小虎队啊，什么小帅虎、啊、乖乖虎，对，特别虎啊，没有，特别虎，你是特别虎。就这歌嘛，啊，对不对？让我把你的心，我的心穿一穿，嗯、然后撒点辣椒面，搁点孜然、嗯，您这烤鸡心来了是吧？当年经典的歌曲啊，啊 是。还有什么草蜢？对，啊，草蜢，你说的是蚂蚱？草蜢？三人组嘛，嗯，对不对？对你爱爱，哎、啊，不是这个，这不郭富城吗？草。我枪呢？啊！我不掏了，不掏了。我行，我错了。加特林，加特林，冒蓝火这个哒哒哒哒哒哒，必须发蓝火。冒蓝火的加特林，嗯，太逗了。你就够逗的了。说哪儿了？不刚说草蜢吗？草蜢三十多年，宝贝，对不起，不是不疼你，经典的回忆吗？你这老唱这么短，不行不行，后面忘词了，这还这么倔强呢？那经典的歌曲多着呢，还有什么？动力火车啊，有没有？有。对，什么说的是无情，写的更无情，都是无情人，何必再写信？既然已无心，何苦再用心？一封信就把过去写成了幻影。我站在屋顶，泪和霓虹模糊了眼睛。誓言吹痛了，欺骗了，相信我的心碎，他说给谁听？唱啊！谁呀、啊？听您的唱的。动力火车不俩人吗？还我自个儿单唱啊？那你等我把头发留出来的好不好？等你长成你长发及腰，我已经老了。因为我还没有腰呢。没有头发，没有腰，你这化疗呢？化疗跟腰有什么关系？化疗可能就没有腰，没有这事儿。当年在唱这个，嗯，火那个组合，要不然在人家动力火车，要不然咱俩来个那个狗拉爬嘞。那你是来狗还是我来爬嘞？别闹，大伙来就玩呀。这会儿想起我来了，经典的回忆。哎，叫小白的。小白，对，小白，我是小白。嗯那也不出台。他们就等这句呢。加钱也不去。刷卡可以。反正总归来说，我会被你们征服的。嗯，真的，你们这么有钱，你们就包了我呗。上这吃粽子来了是吗？行吧，那我就跟他们走了啊。啊，你快去吧，然后把那个账都汇到我的账号上。大哥，你喊什么？哦，你要他是吗？就要我。算了算了，我要你在我身旁。说什么有什么？我要你为我梳妆。脱下你的衣服。哎哦，没有这句是吧？压根儿就没这句。咱不要胡唱了好不好？不是咱，不是咱攒的。我觉得可以了吧？可以了，三大爷。差不多可以了。嗯，年轻的回忆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？对当初的一种眷恋。嗯，当年的小虎队四大天王。对，都知道魔力青、魔力海、魔力红、魔力瘦。您说这不是庙里那四位吗？是不是四个人吗？是四个人，但不是这四位。四大都是谁？刘德华。黎明、郭富城、张学友，知道刘德华拿一蛇，张学友拿一琵琶。好家伙，那郭富城打着伞，那位天天耍剑去是？反正四个人嘛。啊，不是那样的。这四个人当中，说实话，都是我的偶像。是啊，就最喜欢的刘德华。哦，
啊，是低沉的声音。嗯，当然了，好多朋友也都知道，好，最近还出了点事故啊。但是说实话，我心咯噔一下啊。怎么样？就跟没什么事儿啊。咯噔一下。我以为掉肚子里了呢。没有，四个人都很，您到现在来说都是经典的人物了。哎，是天王级别的。太是。张学友，好啊，歌被翻唱无数了。嗯嗯。外国都翻唱什么《吻别》啊？对对对。是什么《Take Me To Your Heart》，《Take Me To Your Soul》。怎么还有味儿呢？给你幺二喊的 before I'm old， 还有字母 M O。Show me what love is, heaven 盖了个妞，盖哪个妞啊 ？Show me what wonders can be， 输，是能赢得了吗？后面大概就不会了，前面也没唱对呀。英文我唱是英文歌，我唱中文不好吗？中文吻别大伙儿都听惯了，听惯了来说，我觉得吻别听惯了，现在谁手机里有吻别的歌？我手机里就有啊！我不信，你们要是出为线下载、啊，之前很少有人听了。我觉得这歌是一个经典，但是要想它成为更经典的东西，应该让它填上更经典的词儿。人家原词儿就挺好，我觉得改一改。改什么？什么东西流传至今不被遗忘啊？您说呢？唐诗三百首啊！古文汉语啊！加上这些来说，这歌会被传唱永久。我们都没听过呀！我说你来一来、啊，您来了我们听听演一个、唐诗的吻别啊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万里江陵竟然一日还，到底还没还？两岸猿声啼不住，哦，轻舟已过了万重山，哇，月落乌啼霜满天，相逢浴火对愁眠，姑苏城外寒山寺，这个辣椒桌上刀可穿，窗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，曲江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空江波清波，锄禾竟然日了当午、日在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，锄禾锄禾日当午。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红事会》，表演者张鹤伦、郎鹤炎。放开那个男的，你死胖死胖的，你抱抱什么抱你抱胖的，真是是的。来了好多朋友啊，哎对，哎送这么些个礼物，嗯，这是还有挨个的都抱了一抱啊，特别还有男的，是你太腻，我这都看出来了，真是的，来的都是好朋友，来捧场来了。嗯，今天啊，其实是一个小小的专场，小小的啊，区区不才，多恶心啊，区区成语哦，区区不才呀、我以为这是厕所的成语呢，你说的高雅一点啊，弄这么一个专场演出，有个噱头，说实话很紧张，是啊，这个大剧场啊，北展剧场都是我师父对在这儿开专场，
是，一般德云社有什么重大的演出啊，嗯，都在这儿演，开箱封箱，所有大的演出20周年，嗯，都在这儿，站在这个舞台上，今天是我的专场，哦，难免有一点点的激动。好啊，真是腿都直哆嗦，要不然那是低血糖，站不住。有点站不住，我都想躺台上说了。哎，躺吧，我给你撒花。少来的，我一躺这大哥第一个就得窜上来。我大哥闹肚子了是吗？窜上来，着急呢。哎呦，我坚持住啊，慢慢来。嗯，茶之后来咽。哦，我这个心理素质比我们郎和岩郎老师来说差一点。不敢说老师，郎和岩郎老师心理素质啊，身体都好。这当然这两天累坏了啊，是因为什么呢？这个刚从日本回来嘛，我啊，是我有点日渐消瘦啊，上日本了，嗯，没少卖力气啊，是啊，带回来了好多日本的特产，啊，还有什么什么充气的、电动的，什么乱七八糟枕头。你以为是什么啊？床垫子，好多呢。嗯，什么？哎呦，买了好些个，是杂志啊，音响制品，买了两车。我还不如开着轮船去呢。真是飞机托运都拖不下，没有扎着汽车走。除了人没买回来，剩下全都带回来了。关键钱不够，人家也好这个。嗯，再一个家里边也有钱。我呀，花钱呐就不在乎，没那么多。对他来说，花几十万什么的，小九牛一毛。你瞧，咱别走小折好吗？家里有的是钱，家里多有钱，各位啊！啊，多有钱！我先不，你上他们家看看，就光地下就18层。我小别墅，我们家地狱那是，别墅啊，有电梯呀，那就是死得快呗。什么刀山层、火海层、油锅层？行了，我没那么多命。好，老有钱，有多有钱？多有钱？到他们家打开冰箱，全是钱。拉开帘儿，一面墙都是钱。啊！拉开床单，全是娘们儿啊！谁说的？怀里都抱着钱。那我还去日本干嘛去？那是还货色不一样。哎，对，货就是有钱。嗯，全坐底下了啊！炫富，真的佩服人家。我谢谢您了。跟人家，当然话又说回来，怎么呢？这么有钱也不是他挣的。哎，是喽，他这个岁数在这儿呢。我毕竟年轻，今年54，能挣多少钱？谁呀？45。对，那也没36，无所谓啊。你看，你二姨不同意了吧？我真是36。啊，他的，对，他20年前36。我。还是56啊，甭说岁数来说，就他这岁数还年轻。对对，你说挣多少钱啊？挣不到，是都是他的父亲们。对，你们您先等会儿，您等会儿。还有建树，父亲别家门呢，家门显阔呀。家门我找哪个去呀？大气吗？大气也。哦，那有一个门。哦，那儿也有。合着我这人就是父亲门的绯闻，还有那个死胖子，对，哪个死胖子？你赶紧上来让他抱你一下，完了，真是的，只有一个。就父亲来说，哎，对，郎岩的父亲应该有知道吧？有了解的吗？欧阳青松先生，你这人我就不认识啊！你再回忆回忆，您让各位听听，我姓郎，我爸爸父姓欧阳，还欧阳青松。大气吗？欧阳青松怎么了？大气啊！张鹤伦，你爸爸怎么有知道吧？有了解的吗？欧阳青松先生，你这人我就不认识啊！你再回忆回忆，您让各位听听，我姓郎，我爸爸父姓欧阳，还怎么叫西门翠柏呢？这多磅礴呀！西门翠柏谁认识？欧阳青松谁知道？那给你换一个，换什么？欧阳庆庆，好不好？欧阳庆庆是西门庆庆，好不好？一臭流氓还挺萌，西门庆庆，你瞧瞧，有没有潘金莲莲？不要提你的母亲，住！别瞎说话啊！你选一个欧阳行不行？我不选欧阳。苍井，他武藤，小泽，
我觉得吉泽好一点。吉泽这次买那个有吗？没有，没，不是，没有，也没买。啊，哦，那个我无所谓。那不是有所谓，也姓郎，姓郎，对，叫刘桂芬，是老爷子。什么名字？郎刘桂芬嘛。您那还不如吉泽小泽呢，您说吧，没有四个字儿。那叫什么？您就郎老爷子。郎老爷子不也四个字吗？这是尊称，不是名字，无所谓。郎老爷子，对，郎老爷子，郎老爷子，您说说，都说出体貌特征来了。不是，这不是尊称吗？尊称不要这个。什么什么？等会儿我回缓缓。什么叫体貌特征？你不要打岔好不好？郎老爷子，你随意吧。了不起，还行。为什么我一说个大伙笑啊？啊，北京城多半都知道他父亲，是吗？他家伙的哦，北京城京城狼八爷。哎，这倒对。打你打的哪？老北京。怎么这嘴跟让人抽完了似的？老北京，别老北京啊！老北京啊，老范儿在这儿呢。我们这范儿就都跟中了风似的。北京人吗？没有这样的。那在老北京，北京狼八爷。哎，对对，京城八爷。你大可能今天有好多都是从外府来的朋友，外地的朋友，外地都有知道京城狼八爷，知道都哪知道？京城八，京八爷知道，京八知道。你爸爸是狗，你爸爸是萨摩，你妈是藏獒，你们一家博美和雪纳瑞的串儿。不是，我哪说错了吗？您就没说对过。京城八爷，京八爷，别京八爷。北京人不儿化音吗？京八爷，仨字儿全是儿化音呐。京八爷怎么？好家伙，您这跟针尖儿、梨管表跟眼儿似的，这个。京八爷，名儿也没有八爷啊。京城八爷，好，又你妈改成天津的了。京城八爷没有不知道，是是，在北京那是一个著名的妇科大夫。您讲，嗨，我爸爸还是妇科大夫。现在你上各大医院，你打听打听，扫听什么？凡是著名的、有名的妇科大夫都是男性。哦，是吗？真是的。哦，哎，尤其他父亲对这方面有独特的建树。怎么呢？因为平常总研究自己的身体。哦，琢磨。那您说的还是郎老爷仨呀？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嘛？那没有说身体的一半，这妇科大夫啊，北京那个叫五洲女子医院，好医院，刚成立就有他父亲，那是元老级了。但是第二天开除了，那就没什么功夫啊。不是瞧不惯医院那个制度，怎么了？到那先交钱后看病，不全这样吗？没钱不能看病吗？啊，救死扶伤，说的谁？谁呀？你爹。像骂街呀，老爷子，您别撒狠啊！不在医院上班，那怎么办呢？自己开了个私人诊所。哦，太好了！自己坐台，对，给人家看。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您等会儿，怎么叫坐台呢？这有，看病有一个台子，分诊台。对啊，有一台子是。哎，给人看病，来来啦！您等，不是看病啊？干什么？老头太不正经了吧？怎么不正经了？不，没有这样的，那叫坐堂。这坐堂给人看病怎么了？那没有这个。你看，一不小心钱还掉了。你这都不要紧，老不有一个那个单子，你就不得填一单子吗？啊、哦，就拿着单子来了，哎，那意思，来来，先填那单子。好，这单子跟手绢似的。对不对？往这一坐了，看病、啊。哎，没，没有这个动作。大概齐的看病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来来进来进来。怎么？有的有的，有的那个，你发现男大夫啊，哎呦，脸都给他红了啊。女病人矜持，这不好意思啊。嗯，男大夫啊，哟，你还可以抠手呢，还那我不看了。哦，那我走了，不好意思。干嘛想走啊？不是，我不看了，我走的话，上门也没有，哪儿去？小娘子，小走，哎，
怎么打你爸爸？我的，您这别臭便宜啊！打我什么？我歇死你完了！您让我爸爸看看，这是大夫吗？这，这不老流氓？留住的客人呢？留住还是流氓啊？留住了，要不然这病发现就晚期呀、啊。这就看出来了，好些个病人来一看是男大夫都走了哦。之前你爸爸都没留，你爱走走，死不死跟我什么关系？嚯、哦！后来一琢磨这不行啊，嗯，救死扶伤说的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你爹呀、啊！越听越像嘛。这不行，得留住，得别走，别走，别走。行了，行行，可以了，可以了啊，行。小娘子，我爸爸真不是浪得虚名啊。别着急，嗯，放心，不要害怕，放心，我不是什么好人，不是、啊、不，我不是什么坏人，说清楚了。来来来，先给你号号脉，哎，这对，啊，老中医，来把衣服脱了，哎，别去，号脉脱什么衣服啊？号脉能穿着军大衣吗？哦，穿着外衣，对不对？啊，把衣服脱了，来，哎，我给你瞅瞅。你这行啊，你这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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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垂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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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我爸爸还下垂，这什么号脉？这是腮腺炎，腮帮子有点下垂了。我没以为什么，不要瞎想啊！我以为这给沙皮狗号脉呢。你这可以啊，你这，哎呀，竟然还有这种操作啊！下垂的严重啊，你这个，嗯，可能是前列腮、啊、腮前面有点发炎了。这叫什么话？甲状腺？那甲状腺，甲状腺有点肥大啊！是是啊，这没关系。怎么？刷刷点点，开点药哦，吃去。好、哦，过几天没事好了。对啊，这都不叫病，是吧？那当然了。还有那个，还有什么？还有那一进大夫，就看你爸在这等着来看病的，也是不好意思。大夫，大夫，大夫，看病，看病，这怎么又抠手啊？这个羞涩的小女生，大夫，大夫，看病，你爸，看病啊？不是，大夫，那个，我没钱，完了，没钱，没钱怕什么呀？人家没钱，没钱怕什么？来来、啊，你先进来。我，你先进来。干嘛呀？你进来，我给你钱。你来来来，不像话。哪儿啊？就没钱还给人家钱？要不然挣这么些钱有什么用啊？人家没钱干病，给人免费点钱怎么了？你这也不能这样。救死扶伤说的谁呀、啊？我爹。这得我说。嗯，你爹呀。行行，我谢谢您了啊。真是的，来来来，你进来进来进来，怕什么呀？大夫，那这你别这样，这样我走了，你想走，啊，门儿也没有。我爸爸一视同仁啊，留住了，对对，留住了，是有那老太太啊也来了，大夫哦，大夫看病，嚯、哦，但是没钱啊，那好办的，你怕什么？没钱啊，进来，死去，哎对，别介呀。那得给人看病，没钱怕什么的？救死扶伤谁呀？说的我爹呀，不是，老太太80了啊，要怀孕，你这不玩笑吗？这不拿你父亲找乐吗？是是，好家伙，你爸爸这累三天根本没有效果。对，您等一下吧。什么叫累三天没效果？检查呀。啊，化验呢、啊？哦，号脉呀、啊，嗯，各种望闻问切一顿，还要验血、验尿、验大便，刚才说那一套都有啊。哦，全有。还有验血、验尿，后来你父亲大便实在验不下去了。我爸爸是高九成是吧？不是，你还怎么说呢？他没有那么绍兴啊，没有那事儿。不是，实在化验呢、啊，嗯，觉得这些都没有必要。哦，啊，老太太，我实在是不行了，我饱了。我跟你说，没听说过。咽不下去了，化验不了了，化验不下去了。哎，别老下去啊！这你这赶紧走吧，走吧。嗯，好家伙，老太太不高兴。嗨，真是的，这老太太是80多岁的吗？是啊，我看像18多岁的。没有，你爸不喜欢那样。嚯、哎，走掉了。嗯，当然
不是说所有病人来了都扭扭捏捏，都不矜持，也有那个豪放点的，是吗？得了病怎么就不能看病啊？哦，我管你男大夫女大夫呢，是啊，对不对？哦，还有那个十分豪迈啊，他一进来，咔，哟，门踢开了，干嘛？一进来，大夫，嗯，看病，哟，来来来，豪迈豪迈，快快快来，好豪迈吧。这个病人是网上预约的啊。你爸不太喜欢，干嘛？多新鲜呢！干什么？是你要干什么？这般无礼！对，你这样这样，给我出去！哟呵，不给你看，嚯，知道吧？豪迈，管他豪迈，来来，你这样不给你豪迈，你走不走？啊，你不走我走了，我爸走，你不走我走，哦，想走，小老头儿，哪儿走？我爸爸遇上天敌了啊！就把我留住了，是，这是给我爸爸留住了，得看病啊，嗯嗯，对不对？一系列下来吧，嗯，周边的群众谁不知道，都喜欢，送一大牌匾啊，什么妙手银心，对，老爷子，流氓啊，银心，啊，妙手仁心，哎，对了，老爷子，我跟你说，就这么好的一个大好人，啊，到四十了还没结婚，怎么呢？啊，天天耍流氓啊，哪有什么？天天把工作忙，哎，忙于事业，哪有时间顾得上儿女私情？你瞧瞧这评价，这事儿惊动了北京的媒介，哦，传媒都知道了，媒婆界，还这么个媒介，嗯，保媒拉线的，哦，找到你姥姥家，是啊，好，把这门亲事一说，怎么样？你爸爸同意了，高兴了，那边也行，真是没有二话，好，准备，准备，开始。红的喜字高高挂，嗯，什么铺红毡、倒喜毡，一倒倒在了喜桌前，都是老讲究。一系列的，嗯，什么最最了不起的吧？啊，那叫什么八抬大轿？哦，这接亲用轿子。对，嚯，那个年代不像现在是奔驰宝马，嗯，现那是八抬大轿，怎么样？讲究着呢。怎么呢？讲究材料，是吧？什么材料？什么？当时他父亲那股轿子叫什么？金丝楠的，里边上黑漆。我说您等您张老师您等一会儿，这仿佛是个棺材呀，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了。不是刚才您说金丝楠的，我就嘀咕着呢，上黑漆，这不就是棺材吗？不是，里边上黑漆，怕那个虫吃鼠咬，外边红的呀。哦，那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大棺材一头大一头，什么，我说错了，大花轿啊，啊，大花轿一头大一头小啊。 那还是棺材呀，花轿怎么一头大一头小呢？上头小下头大，四平八稳，那不是把棺材立起来了吗？没有一头大一头小，轿子都一边大，底下削微的大一点，没有削微，抬着稳当，您甭上面削微的窄那么一点，干嘛呀？就是削微的，就讲究上面轻巧啊。哎呦，这叫四平八稳吗？是啊，抬起来，哎呦，当然不是说你们这普通的，嗯，轿子一抬出去，风一吹，哇，帘一开了，亲人脸都脏了，那不都叫帘吗？那不行，这换轿门，轿门，哎，我跟你说什么？推拉门，那不就是棺材板子吗？棺推拉门干嘛呀？有没有触屏的给我们换一个呀？没有那个，哪个也没有。轿门，而且就为了防这些沙尘啊、沙土一类的，嗯，里边能制冷啊，怕死人臭了。有小空调，那制冷干嘛呀？能制冷，能制热的，哦，棉垫棉帘的。哎呦，好，这小门抬起来，嗯，真是气派之极，好看。抬出去，邻居们都惊了，是吗？这谁家叫的呀？哎呦嚯，这谁家叫的呀？怎么这邻居都跟鸡奔碎米似的呀？不是，说是谁家的？瞧瞧，我赶紧瞧瞧。哎呦，哦，这上面有照片，对，出殡去了。怎么叫出殡啊？什么？那不还是抬棺材前面搁照片吗？不是你想的那照片，人照片黑白的。咱俩想对了，是吗？不就是黑白照片吗？死人发送的这个，旁边有花呢。什么花啊？天堂鸟、富贵菊。这太对了，搁别的花人家乐意吗？不是，有这个，有这个哪个？玫瑰、牡丹，那不要那个，什么花都有。嗯，那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彩色照片，那时候黑白照片。哦，哎，你父亲、你母亲的两个人，哎，一块儿。好家伙，这俩冥婚去了，嗯。不爱听这个啊，你倒爱说。抬着花轿子来，哎呦，吹吹打打，嗯，来到你姥姥家。哦，你母亲在里边炖竹捶胸啊，干嘛呀？不想去呀。哦，舍不得娘啊。是啊，这会儿你舅舅劝我，舅舅赶紧去不去啊？去。嚯，几点？哟啊，你不去我
去了啊！别去，那这舅舅干嘛去？你别误了时辰，得看点儿。盖好了红盖头，嗯，挂了。左绣龙，右绣凤啊，当中四个小字写的是禁止小便。对，马桶啊，不是有四个小字龙凤呈祥。改去，快点，一把扛起你母亲的尸体，嗯，回来。什么？扛起你母亲的身体。哎，走，来到门口，一撩那个轿门啊，越听越像棺材。得嘞，这回改尸体了啊。连点油都不给是吧？吹吹打打来到你父亲家呀。好好，你父亲在门口咣叽把大门关上了，干嘛呀？这叫避避煞神。哎，拿我妈当鬼了。老话有这么讲究？没听说过。一会儿的功夫是民分左右，是鞭炮齐鸣 啊，开门了。对的，什么铺红毡、捣喜毡啊，撒一些什么纸，不是纸，那个小小零钱儿，那个纸币、糖。哎，就像这纸币、钢镚儿，什么都有。是是，好家伙，到了有一个小重要的环节。什么环节？叫卖马鞍子啊，咬一口苹果。怎么讲？平平安安，图吉利。还有什么卖火盆子、端火圈儿？对，那个。不这，前空翻转体两天半。行了，还转体两天半呢？就有这个吗？半天我妈就饿死了，人家。老词儿也没有，能转体顶多两周半，两十四天啊。7天一周啊，那多少周啊？不是，您甭管多少周了，您都给我搅和了。没有钻火圈，有没有卖火盆子？这有，还有老讲究什么呀？新人要卖的时候，旁边站着一个茶房，手里边端着一个酒杯。哦，这里边可不是酒，那是什么呀？这里边就是酒啊。哦，舅舅倒的酒啊，高度酒。哦，一点能着。嚯，也有火盆子呀。啪一泼，火苗子往起一扑，嗯，象征日子红红火火，都是吉利话。你妈刚要卖，嗯，茶母刚要泼的时候啊，你爸爸拦住了。怎么？变哟，那我媳妇儿是哪能泼那个酒？对，我这有汽油啊，火，哎，砰的一下给你妈都炸黑了。我爸娶一非洲娘们儿啊，宾客们也纳闷，娶一奥巴马？哎，没听说过。卸任就上我们家去了，是吧？当时局面削削的有那么一捏捏的尴尬。您就把这削削一捏捏划掉就完了，划重点啊。这时候你爸爸也觉得，哎呦，这玩笑可能开的有点大了，太过了，赶紧揽着你母亲，嗯，到了洞房里边啊，到屋里，你母亲坐好了，嗯，你爸爸倚着门，嗯，高兴干嘛？终于轮到我了。我爸爸结婚还摇号是吗？什么叫摇号啊？什么叫终于轮到他了？轮到我谈婚论嫁了，把话说全喽。哎，小娘子，老头职业病又犯了。哎，唱着歌就过去了。唱的什么？掀起了你的头盖骨，还是鬼啊？叫什么什么？盖头来。对对，掀起了你的盖头来，嗯，让我来看看你的美。哦、过去之后一掀。怎么样？当时你父亲是大惊失色，撒腿就跑，跑了啊！你妈站起来追，还说话了，说什么？别走，别走！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慈善家》，表演者刘鹤春。好，这上货来了啊，卖报的。啊、哦，好的，晚上等你啊。那、啊、是，还有人夸我的发型很帅、哎、啊。谢谢啊，感谢各位的掌声鼓励。谢谢大伙的掌声鼓励。特别的开心，是特别的激动啊！这么多人啊，来到我的专场。德州、还有我们郎老师，您客气。今天我们一块儿啊，就是我们一个汇报演出，哎，小小的表演。对了，有些哪块啊不到位的呀、啊，大伙多多的担待。您多批评，都是小学生。是，可能啊，德云社人家现在观众啊，听的都是我师傅郭德纲。哎，郭老师，但是可惜已经不在了。对，还有什么？您先等会儿，那您等会儿。哎，怎么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你高兴什么？你看你笑的， 我没高兴。你这没高兴，一张嘴我都看着你裤衩那花的。我也穿的是红色蕾丝的，是吧？
矜持一点。哎，我已经很矜持了。早晚的事儿。对，别着急。没完了。不是，我师父郭德纲人不在德州了。哎，没在这个剧场。对不对？很少来到这里。嗯。还有我们于边于谦于老师。于老师很壮阳啊。啊。少说这个。也是没有来。是。我们呢？我们的作为一个徒弟，徒弟辈的，来到这儿让大伙看看，嗯，对不对？有什么样的能耐啊？啊，有什么样的节目啊？是，给大伙展示一下，我们也见见世面。对，就是见见世面。这么多人，说实话都紧张，哎，有点激动啊，都激动。但是旁边站着郎老师，说实话心里还是很有底的。您客气了，真郎和爷郎老师啊，也是德云社来说一位不错的捧哏演员。也就您夸我，不是我夸你，关、啊、为什么一上台来，大伙抱以热烈的掌声啊？那不是都是给您的吗？别，你喊你小点声、哎、我跟你说，哎，小点声，小点声。不是，您别这么不要脸好不好？我认为都是给你的。再说一遍。我认为都是给您的。也没有那么夸张。真的啊？为什么都是给您的？千呼万唤你出来，你听听。您等会儿，我先别听了。您怎么没文化呢？怎么没文化了？那叫千呼万唤我出来。老词儿，老词儿，千呼万唤使出。这有什么区别？有区别。区别在哪儿？合着我比那个味儿还大呢。是味儿大。没有味儿。真是有味儿。谈不上。我说实话，郎和爷郎老师，我别的不敢说，在德云社来说怎么样？算是首屈中指的演员。您客气。把所有没完了是吧？干什么、啊、我怎么首屈中指、啊、这不夸你吗？夸我不能是中指，得一指这个呀。要脸吗？还要脸吗？不是，我都让人中指了，我还要什么脸啊？我还要头一个，这不我师父郭德纲吗？啊，郭老师，对不对？人家不德云社的扛把子、嗯、怎么能说你呢？扛把子，德云社的大哥。大哥也不行，首脑。您换个头目。没完了是吧？话事人。你这可以了，话事人都出，说的咱们跟黑社会似的。就德云社团吗？德云社，德云社团体啊。哎哎，头一个得我师父吧？那不是我了，郭老师吧？嗯。第二个能是您吗？那是谁呀、啊？于谦，于老师啊。哦，于大爷，外号山鸡。对，两火古惑仔呀、啊。人家排第二，有没有意见？啊，没有意见。头一个师父，第二个于谦，是第三个就是您了。我首屈中指的演员郎鹤炎。可不能这么说呀！怎么？要说相声的话啊，张老师，您是我两倍，你是我四倍，好不好？这成了，您有四个中指吗？我这都是夸您。您哪句是好话呀？捧哏演员站在桌子里边不容易。哎，这倒是。好多人以为啊，捧哏的站在里边就是诈骗。谁呀？有些观众啊。哎，不能那么说。对，你看。不是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退票等我下去再退，不要伤及无辜，私人恩怨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您瞧瞧，捧个演员来说，人家其实是有能耐的，哎，有点本事，只不过不愿意跟我们争，是节目的需要，好的东西都给我们，对，对不对？你说大段的台词，哈，我们这刚才是李根儿，嗯，在台上是不是逗哏演员这儿？大段台词，汤汤汤汤，成本大套，不加思索，脱缸而出。人家这种感觉，就所有的演员，你能，我怕你舔上。不要脱缸而出，成语呀，脱口而出。人家上下颠倒了，哎呦，差不多，差远了。人家这是能耐吗？啊，这是不是能耐？这是本事啊！汤汤汤的捧哏演员有吗？我们相对来说差一点，但我们也有。对，不是说他们不会，对，是他们很次，没错。所以说谁说的？不是，很委婉的，不愿意展示。你不该表演的不演。就像刚才的绕口令，嗯，一般你看有节目表演绕口令的时候，嗯，都是捧哏的，堂堂堂说出一个。对对。我们逗哏的以不会的形式来说这个。这是传统节目绕口令，都会绕口令，这是最简单的基本功。是是，说学逗唱你得站一个呀。哎，没错了。说
打南边来了个喇嘛，手里提了五斤塔嘛，打北边来了个哑巴，腰里别着个喇叭，提了塔嘛的喇嘛，要拿塔嘛去换，腰里别着喇叭，哑巴的喇叭，别着喇叭的哑巴说不换，两个人，你先等会儿，你先，怎么还哪两个人我不管啊？哑巴说不换，哑巴都说话了。不是啊，哑心里话不换。我以为这哑巴说还没说出来呢。你怎么比哑巴都悲催？我是都会这个。嗯，是是。说基本功，对，展示这个的啊啊。说还有那个学学学更难了哦，包罗万象。是是，什么都是我们学习的范围，我们都得掌握。学说学唱学表演。是啊。哎。对不对啊？你来说唱来说唱，你看我师父唱的好，郭老师京平帮曲，人家没有不会的，那太行了，样样精通啊，全能来，对不对？你像咱跟人学一点点皮毛，到现在都不敢弄。又不过您说说您学什么了？拿京剧来讲，国粹，好，那是国粹，是是，不是张嘴就来的，那可不。老话怎么说？台上一分钟，台下一分钟，嗯、对，作为就两分钟啊。台下十分钟啊，十分钟也不对，十年功，对，十年功，嗯，没有这十年功，你在台上你来两句，同行同业的内行人一眼就能听出来，人家一耳能听出来，人家还笑话，对，人瞧不起你，是，为什么台不敢来这个啊？字正腔圆，太难了，而且现在的朋友啊，嗯，好多人人家可能对京剧来说不是特别的喜欢，哦，不爱听，这个味儿。太难了、哦、上台来的空雷框雷塞雷框一亮相，好的，哎呦，忘带胡子了回去、哎、好嘛，这演员也太喇叭了，这经常要不是半天，哎，这小嗓啊，你听两分钟二都没有，对，哪段也没有唱二的呀，二进宫啊、哎、二进宫也没有二这词儿啊，你有二就行，玩笑了啊。京剧来说不好来，是，比方说你看有人说来一段，来两句，大伙听听有没有这个韵味，您给我们来来啊，来两句那个哪段，来两句那个听着哪段啊，哦，我们听听，马连良听过吗？啊，马派知道，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，怎么谁踩你前列腺了？不是，你告诉我谁脚这么高，来来来，不是干嘛老呦呦呦呦呦呦的，没想到吧，我这人眼看狗低了，我这谁是狗啊，对，咱也别糟践狗，对，你唱不唱了，您这个没完了，要唱呢，赶紧唱，此时间不闹笑，你笑什么呀，你人唱的好好唱的，影响我的情，你管人家呢，情就您这模样还不让人笑了、嗯、唱的跟马连良要死似的，学人家的神韵知道吗？那也不能学进太平间那刹那呀，别，你人的感觉吐字不就哦，这这这你差不多行了，不半天了，等你笑完我再说啊，这笑声太爽朗了，要不给你一麦克完了太爽朗了，好，纯纯爷们儿、嗯、怎么就看出来了、嗯、人家你这大姑娘家家的不能矜持一下，嫣然一笑那是嫣然一笑吗？哦，我以为抽完烟一笑呢，你的叫事后烟，我跟你说什么烟，那得多难呢、啊、事后就烟了，哎呦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么痛苦的经历，这是您说的事后烟，我说你这不长胡子和头发呢，没有啊，我事后刮啊哎呀，这那你这很有雅致嘛，嗯，是是、爱好不一样，再讲讲别的过程，我听听，我讲什么，我讲我毛病都在你那儿，不要搅和，真是，大姐你矜持点啊，嗯，不知道，因为我们花钱雇来的。真的，你这人一般都雇个副导演往那一坐，对不对？领长，你这本还领笑了。好，咱们都听，咱们都矜持一点啊，听着点，冷静一点。嗯，说哪儿忘了，重说啊。好，我叫张鹤伦。嗯啊，
从哪儿说呀？从头嘛，主持人报完名儿，从哪儿说？主持人前后都报错了。就说唱来说，京剧不容易来，是是，评剧简单了。那这么说您会啊？谁都会哼两句。您瞧瞧，您还看不上了？当然。您在这儿给我们来来，随便来两句、啊，我们听听。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。别碰我好吗？别管。不是，我让您等，您等，您放个拉拉扯扯的干嘛？接活啊？干什么？我要你这种活儿，我是准备自废武功，我是怎么着？不像话！我就想问问您，您这是评剧吗？是不是评剧？听听，怎么耳朵有方言啊？耳朵哪有方言？不是，您说这评剧，您唱的这不是通俗歌曲评剧吗？怎么了？男女对唱的啊？咱刚才说的评剧是评戏呀、啊。评戏啊？那谁会呀、啊？我说半天，合着您不会？不会，我敢说吗？您会？会，我不就唱了吗？宝贝儿，你早晚倔强而死。这不是会不会的问题，你到底会不会？不告诉你好吗？不告诉我那不现在来说呀，这种京评帮曲，说实话，很多人啊都基本上接触的少啊。是是。但是呢，我这人喜欢传统。传统还有什么呀？好研究这种啊独门的东西。您研究什么呢？我研究的唱是唱什么呀？说我们听听。唱耗子。哦，您研究唱耗子。有拉拉手吧，你也是啊。我唱猫，我唱轻点劲儿的。猫你妹，我唱的靠你姥姥。怎么着得比你大一辈儿。猫什么猫？什么猫？你唱的那什么耗子？劳动耗子。你那什么猫？我劳动猫。劳动猫不就是汤姆吗？哦，你那劳动耗子是杰瑞。对，哪有杰瑞啊？那什么劳动耗子？劳动耗子怎么回事呢？劳动人民在劳动过程当中，根据不同的劳动节奏，慢慢的哼出了一种歌，形成了一种调子，叫劳动耗子。哦，您这么一说，我有点印象了。听说吗？川江耗子。哦，这知道一点。车水耗子。是是。很多著名的耗子，大伙应该都，比方说川江耗子来说。怎么样啊？四川、嗯，对不对？到湖北、嗯、宜昌到宜宾1000多公里的江段，俗称川江。哦。纤夫拉纤。脚蹬石头手扒沙，风里雨里走天涯。嚯、哦！坚硬的石头上留下了纤绳，磨砺出了一道一道深深的纤痕。这个纤痕怎么这么浪啊？形容那种沧桑的感觉，不是我们无法体会。您要不给我们唱唱这个？不是，就那种感觉。哎呦，什么感觉？拉着纤绳，啊，头顶着烈日，脚踩着泥沙，哎，光着脊梁。哦。一丝不挂啊，嗯，感觉哎，别，那不臭流氓吗？怎么你拉纤就拉纤，你干嘛还裸体呀、啊？一看这就没看过。我怎么？你上那个江边去看一看去。我看什么？那儿有深水，有浅滩。是高矮不一样啊。深水来说，你拉纤的，你不能穿着大褂在里边拉纤吗？这个不行。衣服的阻力太大了。哦。再说衣服就泡糟球了。那泡糟球了。这衣服就泡糟球了。哦，你好，你穿一个军大衣在水里边拉线、啊、你见过吗？哦，大衣就糟球了。好的呀、啊、好的呀、啊、你穿个蕾丝大褂你水里边拉线，有病吧？那能行吗？哦，所以说一般都一丝不挂。哦，拉着纤绳。是您给我们来了吗？凝望着远方的幸福，还向往一下啊。哎，你怎么不脱呀？不说了吗？一丝不挂。不是我学你加多少都疯了。我的天，50还有2毛的，请你出去好吗？2毛现在存个车都不够。2毛的我给你个种子，你回家下载不好吗？哎，我给你50，你可多给我点。这龌龊的表情你知道？你不是我，关键我这硬盘里都是种子。回头我把邮箱给你。哎，来了，到时候我再传给你啊。嗯、咱们能不能说点高雅的？您有
脱高雅的就是脱一个呀。你们住手！谁脱你了？我哪儿就住手了？感觉他们的心里手已经伸到我的脖子这儿了。不是，咱一个演员不能老整天外外，好不好？真是不身未动心已远。咱们穿着衣服，穿着衣服表演，好不好？算了算了，行行行，来来来来来。哎哎哎！人家客户花钱了，你赶紧的，操吧！人花钱看我脱干嘛呀？不，怎么还不乐意是吗？不乐意就不脱了。嗯，我说这不是脱不脱的问题。嗯，突然间我想起来啊，这个咱俩来一块儿。为什么呀？这个什么，一人领唱，众人帮腔。我跟你一块儿。对了。那我不会词儿。你不会词儿，你喊着这劲头跟着。感觉。对了，我这喊着，同志们呢？我呢？哎，你得跟着这个代表的众人啊，一众人这种就是，哦哟。拉枪的感觉哦，合着这拉欠都喝多了是吧？怎么喝多了呢？您这，这不要吐了哦？合着这衣服是这吐的泡糟酒了。喝你众人，你一人代表众人，你给我哼哼，你给我听听。嗯，哎呦，我不见。反正你随便，你自个理解。我自己掌握。我来领唱，你来帮腔。行行行，好不好？来感觉一下啊。关键晚上没吃啊。同志们哦，嘿呦，加马筋儿哦，嘿呦，出川江哦，嘿呦，道义长哦，嘿呦，不怕风哦，嘿呦，不怕狼哦，嘿呦，就怕雨天，嘿呦，大姑娘哦，嘿呦，姑娘是狗，嘿呦，臭流氓哦，嘿。你在那儿，你在什么？不像话！刚到尽头啊！要不要等会儿吧？往回收啊！怎么骂人姑娘还臭流氓啊？你看。这不懂了吧？不明白，词儿都是即兴发挥的。那为什么呀？为什么要唱这句词儿呢？您说，你想想啊，两个山谷之间，嗯，一帮赤身裸体的汉子啊，跟着水里拉着纤，是，突然间出现一个大姑娘，这大姑娘就这模样。对呀，大姑娘跟着，哦，那肯定是臭流氓啊。嗯，凭什么呀？都知道那块儿啊，一帮赤身裸体的汉子跟着拉纤，凡是大姑娘啊、妇女家家的小姑娘，人就躲得远远的。哦，没有出现在那儿。是啊，真出现了，那肯定是偷窥去了。哎呀呀呀呦！哎呀，那个胸毛，哎呀呀！这看得太仔细了，是不是还发个朋友圈啊？就说这意思。哦，您这是。所以说，一般词儿都是即兴发挥，唱什么都行。哦，现场编创，能唱三天三夜。嚯！大伙儿一听这个，觉得好久远哦。哦，穿江听不到哦。是是。因为现在咱们城市里面哪有这种号子？看得太少了。但是城市里也有。有什么呀？搬运耗子，搬运耗子是搬家公司，哦，他们这还有口号呢。现在搬家都有公司了，是吗？那当然，哎呦，统一的制服，制服那是黑西服啊，白手套，哟，抬起东西来，嘿，目视前方啊，走正步。您来了，一、二、三，您这不是抬零的吗？搬家公司，搬到自己永远的家，这不托棺材走的吗？这是。抬起人家是不是有制服？哎，有工作服，对不对？啊，抬起东西来也这样的，喊耗子、啊、也喊上。对了，老少爷们儿，然后呢？这不上劲吗？有啊，嘿咻嘿咻，嘿咻嘿咻。不是不是，等会儿这搬什么去了？哦，是不是一娘家拿铺盖卷一裹，然后就搬过去了？我们喊那个跟你有区别，怎么不一样？我们这个是嘿咻嘿咻。不是你那个嘿咻嘿咻，你那个嘿咻嘿咻好像是动词吧？我也不知道。往我这思想靠拢，好不好？啊，行。抬起来。嘿嘿什么？嘿咻嘿咻嘿咻。对，你就记住嘿嘿嘿，行了哈。啊，没有咻啊。对，你就记住，我就让你嘿嘿。这不还是那个吗？不是你抬起东西，不是您抬的是费玉清似的。抬起来，跟着我节奏，老少爷们嘿啾嘿啾，抬起篮子，嘿啾嘿啾，往前走啊，嘿啾嘿啾，脚下的路啊，嘿啾嘿啾，看清楚啊，嘿啾嘿啾，海盗船长，嘿啾嘿啾，粉红娘娘，哎呀哎呀，真会，什么都会啊！是，您这是在夜店里搬家的是吧？还真知道、啊、多新鲜、啊、打这船长这儿我听就不对了。
真知道这个。嗯，因为现在这个被好多人改良了。是这么改呀、啊、喝酒的时候也能用着吗？啊，成酒粒了。对了，两只小蜜蜂啊、嗯、啪啪有这玩这个没脆就抽是吗？您这太过分了，这个、我们这比较暴力啊，不像大伙儿能见到的耗子，嗯，在咱们城市当中，现在唯一还盛行的一种，还有是什么？就是工地上的杂夯耗子。您给说说这个。比方说新旧社会不一样，怎么不同呢？旧社会那时候人民受剥削、受压迫啊，哼出来的夯歌特别的低沉。那他怎么唱的？这种感觉的。您来了。中哥们儿慢慢的干呐、啊，哎嘿哟，这干嘛呢？流尽了身上的汗啊，哎嘿哟啊，哎呦，干完了这点活儿啊，哎嘿哟，嚯，上哪儿去吃饭呢、啊？哎嘿哟，要死在工地上。那边来了工头啊，哎嘿哟，不一样了啊，干活加点油啊，哎嘿哟啊。好，工头转身走了，哎嘿，就是去他妈的包工头。还骂上了，心里边有情绪。哎呦，这干活的太矜持了，受剥削、受压迫，压积了这么多年。哦，到了今天不一样了，新社会自己翻身做了主人。是，这时候你在听那夯歌，那是慷慨激昂，催人尿下。对，让人有尿下呀，不，催人泪下。我说呢，怎么老踩着呢？想起过去那种惨痛的日子，如今自己翻身做了主人，啊、底气也足了。哎，您给我们来了这个。要来这夯歌啊，那得咱俩一块配合一下。还是我跟您在一块。对了，行行，没问题。这回就是什么？这回不是刚才那个这么简单了。那这回是比较复杂。怎么呢？哎嘿呦啊，这不复杂呀。来，别听。哎嘿呦啊，罢了。要不说这演员太通人性，从哎什么角度、哎通人性那是狗。哎，别行了，你看。哎，大王坐，没完了是吗？拿过来。我不剪，我放着放着。小白好好的，本来就是嘛，词儿是对，嗯，情绪啊，情绪怎么了？情绪，你好像自己翻身做了主人，喜悦的感觉呢？哦，得高兴啊！再来回，高兴。哎嘿呦啊！那个喜悦不等于犯贱，你知道吧？我你差不多就得了，你别，我不没犯贱呢。喜悦的再收一收，再收收一收感觉、啊。然后你工地上，你最起码得有力气。哦，您说我声音太小。对、哦，力气。嗓门大点。哎。哎嘿呦啊！还有，我跟你说，还差一捏捏。这一捏捏是多少啊？你想想啊，嗯，那种感觉，他们响彻云霄，整个工地上都能听见的感觉。嗯，再大门，再高一点，浑厚一些。长调门。对了，长调门哈。哎嘿呦啊！怎么样？不是以前是在宫里当差吗？您这话什么意思？不是，你是去过泰国做过手术吗？我这模样的至于吗？可能手术失败了呗。我这钱都不舍得花是吗？不是，你让大伙儿听的声音叽撩叽撩的呢。咱别亏心啊，您让我长调门的。我长调门得出人声啊。我都不是人声。一听你这就少零件啊。我这不是原装出厂的吗？我怎么少零件了？你别把零件隐藏起来好不好？那隐藏得了吗？那个拿出来看看来。我不拿出来。不是你他们要看你的喉结。我没脖子、嗯、哎，这么高调、嗯、这还是高调吗？这来回啊，来回，您这也太难找了。高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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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吊门吊门再高一些、吊门力度力度力度来了一好、
我跟你说呀，我也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那行吧，是是，我也歇的差不多了。就是来，你是人吗？咱来回啊，跑这儿歇来了。来，啊，这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你呀、啊，不光搭腔，还得当夯。啊、我这，那你是看出我这身材特点来了是吧？要不没有夯啊，哦、咱也不能真找一个。那您这怎么回事呢？拉着夯绳啊！我这胳膊就是夯绳了。对了，这就开始了啊！来了，哎哎。同志们加把劲儿啊，哎嘿呦啊，竞赛到了高潮啊，哎嘿呦啊，你看那教授家不是怎么地上有狗粮啊，我还铺什么呢，我铺什么，您这干嘛呀，这这么大仇恨呢，这是拉夯嘛，就得像个干活的样子，好家伙都快我砸碎了，这个就你这干活，你别您这我自己拉夯嘛，我自己当自己行吗，行行行，连当夯再搭腔，是是，好，您可够累的，没事，我胳膊能保住啊，而且还得有自己的词儿，要什么词儿啊，不就 AHU 吗，那 AHU 光这么简单要你干什么呀，那还有什么呀，这个东西得我有上句你有下句的，哦，您有来言我还得有去语，行吗，那您唱我肯定考验捧哏的时候可到了，那是展露我的机会，行吗，没问题，有词儿，有，咱先来一回、啊、来、嗯、听的这个啊、嗯、一座大楼啊，高又高啊，对吗，多好啊，一座大楼高又高，还真行啊，都不带想的，往后听啊、嗯、一座大楼啊，高又高啊，没有顶子啊，没顶子，没顶子还是高楼吗，你不有词儿吗，那不成烟囱了吗，你唱出来呀，啊，那是烟囱啊，这不就很简单的事情吗，你盖了一变形金刚是吧，考验你的词汇量，那没问题了，听着啊，来了、啊、一座大楼啊，高又高啊，没有顶子啊，那是烟囱啊，比烟囱小啊，那是小烟囱啊，烟囱不冒烟儿啊，那是坏烟囱啊，为什么不修理呢，我也不知道啊，你去问你妈妈，我谁我妈呀，您这一个人跟这烟囱较什么劲呢，还真有词儿啊，多新鲜，要有词儿正儿八经的像干活样子撸胳膊挽袖子来来一回马上就来吧，来了啊，还挽袖子，那当然了，哦，拉着，哎，白夜不出台，收起你们的金钱，我这只刷卡，哎，你先露出那缝我看看，事业线我有，行了行了，别挤了别挤了，您这银联都刷不进去去。走开，早知道卖身不卖艺不卖身啊！啊，家伙，差不多把具体实，哎啊啊，行，晚上你来吧啊，行，回去吧，三哥，哎，哪有三哥呀？回去吧，三哥啊，三哥，你是不是你膨胀了吧，三哥啊？我已经看出来了。行了，哪儿的事儿去了？真是，回去吧。来了啊，来拉着夯绳，这就开始了。来了，同志们加把劲儿啊！哎嘿呦啊，竞赛到了高潮啊！哎嘿呦啊，歌声震天响啊！哎嘿呦啊，风起迎风飘啊！哎嘿呦啊，你看那教授家啊！哎嘿呦啊。高了高的入云霄啊，哎嘿呦啊，激起轰隆隆的转，嘿，地动山也摇，嘿，高山能推倒，嘿，英雄们智谋高，嘿，开山有电钻，嘿，搬山有老屌，嘿，汽车拉材料，嘿，用不着那人去挑，嘿，咱们的大地基呀，嘿嘿，越起行越高啊，嘿嘿，大楼随风长啊，嘿嘿，万众们心一跳啊，嘿嘿，祖国大建设呀，嘿嘿，英雄们干劲儿高啊，嘿嘿，嘿嘿嘿嘿。嘿嘿嘿嘿，人人敢献计，嘿嘿，个个成英豪，嘿嘿，地基打得好，嘿嘿，大楼盖得牢，嘿嘿嘿嘿嘿嘿，
怎么那么快呢？就是这么快呀！怎么那么好啊？就是这么好啊！怎么那么高啊？质量就是高啊！质量怎么高啊？说声你听着啊！高空不不脸呐，地动也不摇啊，就算天塌下呐，大楼能顶着啊，千里也不倒啊，万年也是牢啊，金人工啊，省人又省料啊，又省工又省料，多快！好手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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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